心善念慈，护生命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，珍爱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于法无余惑，永觉住细论，不生分别心，是念佛菩提。那光明觉品的这个文殊师利菩萨，所说的入信的法门啊，这一段经文就是一个方便善巧，说佛的功德。文殊师利菩萨赞叹佛的功德，对，量一切众生生信，对佛所说的一切法，不要生疑惑的心。细论呢，对佛法说有说无说生说灭，不能觉法之自性，都叫细论。应当念佛的菩提法，觉悟自己的本体，离一切分别相，心里与法上没有疑惑，就是不动摇，不产生戏乱，不产生疑惑。在法上无戏乱，就能够契若佛性的本体，也就是回归我们自己的本心。因此啊，说性说相契理，契合的自己的心，契合佛的心，这就叫离戏论，戏论。因为现在我们所有学的，心里头在法上不能觉了，不能觉了就是有疑惑心。这个我们上一座呀，离了好几天了，讲的很多，不要起疑惑。这个不疑惑呢，就是没有分别之见，一心念佛的菩提的果。这个偈颂啊，而要你在法上不要生起疑惑了，不要有戏乱，说有说无说生说灭，这都是生起分别心的啊。执心正念真如，这个只是说你信。咱们现在讲这个光明觉品呢，说让你信，了知差别法，不作语言说。无有一语多，四名随佛教。你跟承上这个记上，怎么样无疑惑呢？说在这个差别法中啊，不要随言说转，
说多说少说大说小，这个是不顺佛教的。那么佛在方便善巧之中说大说小，说多说少是对比的法，那是方便善巧。方便善巧呢，感到这个华严的这个义理让你升起信心时候，不要在这个上头起疑惑，应着知道法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文字相。说这些个只是让你生信，不是我们一下就能弃入的了，只能信，这是真实的。闻法的时候要契合你的心，契合你的心，心观真实体。不要在言说上起分别，不要在一与多、大与小、是与非，在这儿起执着，去你执着的意思，这才能够随顺佛的真实教导的华严义。多种无一性，一以无有多，入世二俱舍，普入佛功德。这是对比法，因为一才说多，因为多才说一。多种应有一，多是因为一，一是因为有多，多种应有一，一种应有多，这叫都叫对待法。我们前面讲细论，要是在这上起执着就是细论。现在我们讲这个呢，多种无一性，多种无有一，多种无有一，一无从过，一无一种无，一无所从，就是一种没有多，一种没有多，多无所从，多不是因一而生起的。含义呢，就是一要舍掉，多也要舍掉，因为在性体上没有这些个，没有一多的分别，没有这个差别。圆融业入一，即是入多，多舍为一。华严经经常说普入一切法门，就入一法门，就是入了一切法门，入一切法门了，还归于一。这个一呀，是要性体说的，让你舍掉二边，舍掉二边，二俱舍，一也要舍，多也要舍。入世二俱舍，舍开名字上的一和多，名言的一和多，这才能普入，普入，普入什么呢？普入佛的境界，佛的功德呀，就是佛的境界相。两个句子连起来说，了知的差别法。是不执着的言说上的，也没有什么叫多，也没有什么叫一，无有一与多，是在是名随佛教。离开言字相，离开语文相，多没有自性的，一也没有自性的，要一要多
他的性体上没有，所以从性体上而讲，入是二俱舍。那你入佛门的入一即是入多，他那个多的普入一切法门。举例来说吧，如果你念佛，念佛法门，你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具住一切法。是从什么上具足的呢？是从你自己的性体上具足的。对，这是佛的果德。像我们只是让我们生个信，相信这种佛的真实说。文殊菩萨嘱咐我们要相信，信这种的真实的道理。真实道理呢，一也是相，多也是相，就是这一切差别相。佛的体现没有差别相。所以下一句诵就说：众生即果度，一切皆寂灭。不论要众生的正报，果度的是他的一报，正一二报，寂静的，寂静的，寂灭都是佛的一个佛性。就是一个体性，在法叫法性，在佛有情界呢就是佛性。都是你要想进入佛果德，能悟入佛的道理的，把这些个分别相，分别相，一切分别相回归于自己的体性，回归于诸佛的佛果德。要你用智慧气弱一报二报正报，正报一报，就是寂静的，单说如不说来，如来两个字分开，把一切来都归于寂静，都归于如。如呢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如你自己的佛的本分。这种道理啊，文殊菩萨教授我们说，把一切众生跟果度跟他所的一报说一吗？不可以，不是一。说一吗？也不是一。一亦不可得，就是不可说，不可说，这是佛的果德呀。在光明觉，你如果觉了，智慧大自现前，这时候随缘理众生，说一也可以，说义也可以，以后你就自在了。现在你还没入到自己体相，没能够理解佛的甚深的义理，说一说一都不可得。入到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是一呀，是义呀，说一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不论他要一正二报，庄严的、殊胜的、清净的、无垢的。咱们这个娑婆世界，特别是咱们现在极乐世界所有的，我们一样都没有，不同嘛，当然是异了。从佛的果德上讲，释迦牟尼、毗卢遮那、阿弥陀佛，就体上讲，也像我们这一切众生，体是一，一体，对。种种的差别就是妄，虚妄。